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有一晚他發了夢，這個夢令他輾轉反側，再睡不著覺。於是他叫齊他國裏面所有奇人異士，希望他們其中一位能夠解到給他聽究竟個夢是講啲乜嘢嘅。但係有個棘手嘅難題，就係個王呢已經唔記得咗個夢發生緊啲乜嘢啦。咁我哋呢樣嘢我哋知嘅，好正常嘅啫嚇。有陣時我哋覺得一個好奇怪嘅夢，但醒嚟咧就已經唔記得咗啦。但個問題就係我哋唔會叫啲人幫我哋解呢個咁奇怪嘅夢啊。如果一樣嘢唔記得，你又唔係佢肚到裏邊痛，咁點能夠解釋到發生緊乜嘢事呢？咁但係皇帝咧，永遠是對的。佢唔解釋到啲夢嘅時候咧，都係你嘅問題。佢唔記得咗咧，仍然係你嘅問題。甚至乎佢發爛渣就係話：如果冇人解釋到夢，咁就係你哋嘅問題，我就要殺曬你哋班友仔。咁有啲人就話：你講啦，講個夢出嚟啦，咁我至少可以吹個答案出嚟俾你聽啊嘛，嚇。咁但係佢話：我就係知道你要吹個答案出嚟，所以咧我就唔講俾你聽啦。呢完全係倒果為因嘅嚇，即係我知道你反叛噶啦嚇，所以我就係引蛇出洞啫嘛。我嘅地位就係咁超然，如果你唔解釋，你就有問題。喺呢個時候，有一個人，佢正正就係但以利，佢挺身而出就話：我可以幫王解釋呢個夢。解夢嘅能力咧，就係嚟自天上面創造天地萬物嘅神，而佢已經話咗個夢嘅解釋俾我聽。你帶我去見王啊，我可以講俾佢聽究竟佢發咗啲咩夢，同埋我可以解釋埋俾佢聽。咁情況就有少少似呢個當年創世記裏面嘅約瑟去為法老嚟到去解夢。咁我哋知道嗰個結果就係、是有七年嘅豐收，七年嘅饑荒。咁最後咩嘅結果咧？影響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埃及人，尤其是個法老啦，就唔需要或者安然嚟到去度過咗嗰個經濟政治嘅危機，同一時間咧就掠奪曬全地一切嘅財富。咁當然嗰啲人被掠奪曬所有財富啊、牲畜啊，甚至乎佢自己嗰個嘅人口嗰個價值。但是他就能夠存活下去啦。當時候的讀者讀到這裡的時候，都可能會問：咦，究竟這個是什麼夢呢？會不會跟法老的夢類似，而又有類似的結果呢？這個夢是這樣的，他夢見一個大的雕塑，一個的人像，而這個人像呢，是用這個金銀銅鐵泥來到去做的。呢、这個像啊，人嚟到觀看嘅時候咧，甚至乎咧係令到人咧係肅然起敬，而且咧係滿光生輝。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居然有一嚿石碌咗落嚟，咁然之後打爆曬成個像，甚至乎打到一個地步咧，係呢啲金銀同鐵泥都變成粉末，咁然之後呢嚿石就變成咗一個大山。充滿住整個嘅天下。咁但以利解釋呢個夢嘅時候咧，佢就話嗰個頭係金做嘅，呢、這個就係尼布甲尼撒王自己啦。之後會興起另一個勢力，咁嗰個咧就係嗰個銀嘅胸同膀臂，完之後咧佢就係嗰個腰同腹，就係呢個第三角係銅嘅，最後尾鐵嘅腿同埋。嗰、那個腳趾係半泥半鐵，咁就係以後咁多個總共四個角度，最後尾呢啲角都一同嘅傾倒喺呢個天上嘅神所建立嘅永不敗壞嘅國面前。呢、這個國嘅壽命係直到呢個永遠嘅。咁當但以利咁樣嚟到去解釋俾尼布甲尼撒王嘅時候咧，尼布甲尼撒王就覺得好驚奇啦！居然有條友係可以好似佢肚裏面條蟲咁樣解釋曬所有嘅嘢，然之後咧，佢就嚟到去
俯伏下拜在但以利，而且高升但以利咧，嚟到去掌管成個巴比倫嘅一切嚇。咁但以利都唔衰嘅嚇，咁佢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咁樣咧，就推薦佢嗰三個朋友，同樣嘅喺朝中嚟到去掌權，位居高位。但以利嘅故事咧，就完喺呢度第二章。當我哋讀呢個但以利書嘅故事嚟講咧，我哋會發覺佢故事嘅鋪排係同其他聖經咧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如果你睇創世記，我哋睇呢個列王記、撒母耳記呢啲，都係一啲好連續劇嘅一啲故事情節嚟嘅嚇。你 miss 咗一個，你就 miss 咗噶啦嚇。咁但係但以利呢個咧，就好似真情同愛護家咁。咁你咧係 miss 咗少少都唔緊要嘅。第一章同第二章其實似乎咧係冇一個故事性上面嘅連貫嘅，係個單元劇嚟嘅，係講緊但以利或者佢三個朋友所經歷嘅片段式嘅時日。咁而成個但以利書就揀咗六個故事，同埋之後由第七章去到十二章嘅幾個唔同嘅預言嚟到去合拼成為呢個但以利書。咁呢個係但以利書嘅一個特色嚟嘅。但係讀但以利書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去問，究竟我哋作為一個讀者，放個焦點應該係喺邊度咧？華人教會好多時候咧，係將但以利書睇成為一本先知預言嘅書，於是咧佢會將譬如呢個人像雕塑嘅解釋歷史化，金頭巴比倫，銀胸係波斯，然之後係銅幅係呢個希臘，跟住然之後係羅馬，又或者係講緊希臘分裂咗之後嘅，直到去安提柯哥四世。咁喺呢個講緊呢個人像雕塑嘅時候咧，其實聖經裏邊冇同我哋交代太多嘅歷史背景，佢總之就係講到國度嘅興衰替換嚇，一代君王之後有另一代君王嘅興起，最後尾神係嗰個永遠最終掌權嘅，而歷史嘅交代擺咗喺由第七章之後先嚟到去處理，同埋有更詳細嘅解釋。當我哋過分嘅著重但以利書係一個預言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我哋會將呢本書嘅成書日期放咗喺巴比倫嘅末期同埋波斯國嘅初期呢個嘅時間，然之後就話哦，但以利書講嘅所有嘢都一定係一個歷史嘅事實，但係有一啲但以利書裏邊嘅特別細節咧，係如果我哋用預言嚟睇咧，係唔能夠完全解釋到嘅。例如佢喺第十一、第十二章裏邊嘅時候，我哋遲啲希望都會講到，佢當中有一啲關於安提柯哥四世嘅結局係同歷史所不相符嘅。當然教會裏面會講這個其實是講緊末世敵基督的事實，所以他那樣東西是未發生的，但是既然一開始的時候你去認定這個是講緊安提柯哥四世，為什麼突然間搖身一變會變成了未來的敵基督的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就正如第二章這裡講到這個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假如這個夢是而這個的成書是啱啱巴比倫末年之後，又或者呢個宮廷上面嘅對話係 exactly 完全一樣嘅時候，點解巴比倫王會有呢個咁嘅反應嘅咧？當你知道你之後唔會再有一個巴比倫嘅繼後者，而係會被其他國家嚟到滅亡嘅時候，你會選擇去俯伏下拜但以利同埋但以利所相信嘅神咧？你點解唔即刻將佢殺人滅口，然之後話佢有一個通敵賣國同埋顛覆國家嘅罪名咧？呢一樣嘢係解釋唔到嘅。再更加嚴重嘅就係，假如因為呢一啲瑕疵，令到一啲信徒嚟到去唔相信神，嚟到去信心被動搖，又或者
令到佢哋覺得佢哋需要死撐嚟到去捍衛真理嘅時候，我哋會進入咗一種無謂嘅嚟到去忽略咗究竟書裏邊仲有冇其他信息，除咗預言之外，我哋可能會因為要嘗試捍衛而嚟到去忽略咗更重要書裏邊要我哋著重嘅信息。第二樣嘢就係，假如呢本書喺一個更後嘅年代，甚至乎只不過係一個事後諸葛亮馬後炮嘅一個嘅作品嘅時候，咁我哋就要問：假如佢講嘅嘢唔係完全真確嘅時候，點解呢本書可以能夠流傳？同埋究竟對第一代讀者佢有啲乜嘢嘅鼓勵性作用呢？就正如我哋而家睇翻抗戰七十年，咁我哋會覺得那個嘅最大嘅付出嗰啲嘅英雄同埋抗爭者，其實係國民黨而唔係共產黨。如果你要強調共產黨係中流砥柱嘅時候，又或者我哋講翻香港調翻轉頭六七咁樣嗰個嘅暴動，嗰啲人係呢個內地嘅匪類，就唔係叫做共產黨嘅人員。咁嘅時候，呢個我哋話係篡改歷史，呢啲咁嘅事情係唔啱嘅時候，咁呢啲咁嘅文學作品，又或者係一啲嘅Wikipedia 所找到嘅嗰啲所謂嘅資料，我哋只會覺得佢喺度刪改，而唔會覺得佢係有鼓勵性噶嘛。咁假如佢能夠流傳到今日嘅時候，我哋就要問，對當時候嘅人嗰個鼓勵性究竟係咪淨係呢個歷史事實嘅一部分咧？定還是有更重要嘅 message， 以至到能夠激勵到呢一班人咧？其實喺第二章當中有一個好明顯嘅比較，就係一個人所建立嘅國度，又或者直接啲講，當時候一個侵略性嘅帝國獨步天下嘅，同神所建立嘅帝國究竟有啲乜嘢嘅分別？當中佢用一個像，而且用金銀同鐵泥一啲貴金屬嚟到去代表人所講嘅國度，咁嘅意思就同佢喺第七章之後講嘅一啲獸嘅形象係成為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受咗你諗到嘅係一種恐怖，係令人驚慌令人戰栗嘅感覺。但係當你講緊嘅係貴金屬嘅時候，令人有嘅係一種肅然起敬，係讚歎不已，係兩樣唔同嘅事情嚟嘅。咁即係話經文喺第二章裏邊對帝國嘅反應其實係正面嘅，但係佢講到呢個永遠嘅國度，神嘅國所不同嘅第一樣嘢，就係佢唔會變更，唔會隨住年月裏邊嚟到去改變，由一個變成另一個，由另一個又變成第三個令人無所適從嘅。神嘅國度係不變嘅。第二樣嘢就係神嘅國度唔會隨住年日裏邊嚟到去個 shape 有所嚟到去縮小，又或者係越嚟越似乎不重要嘅。由頭變成腳，而係反而將一個非人手所做嘅石頭變成咗一個大山，越嚟越嚟到去擴展嘅。第三樣嘢我哋睇到就係嗰個時間性上，國度咧係有嗰個短暫性當中嘅，無論嗰個嘅長短，巴比倫相希臘相對嚟講，即係或者亞歷山大嘅時代相對嚟講比較短促啦，波斯掌權嘅時間相對嚟講比較長啦，但係神嘅國係去到永遠嘅。最後一點就係神嘅國咧係比呢啲一切都會堅固嘅，有啲一切嘅嘢都會嚟到變成粉末，最後尾冇人再去紀念，但係神嘅國度係存到永遠，而且咧係越嚟越堅壯嘅。呢個係呢個成個但以理書第二章裏邊所要強調嘅人國同埋神國嗰個最大嘅分別。如果我哋記得第一章嘅時候，佢嚟到去廣道嗰個嘅身份上，你應該同乜嘢
同猶太人嘅身份嚟到去認同，你應該同乜嘢同巴比倫或者係外邦嘅 culture 有所分別，而從而嚟去證明你係一個忠於猶太身份嘅一個人。但個問題係點解我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呢？點解我唔能夠去到一個地步，我去融入呢個主流社會？就正如我哋移民去咗外國嘅時候，我哋唔係再食翻中餐，我哋去到旅行嘅時候，我哋去購物，我哋唔再淨係嚟到話我一定要食中餐我去試下新嘅事物，點解唔得呢？點解我一定要堅持呢個咁嘅身份呢？關鍵喺第一章裏面係冇告訴我哋嘅，嚟到第二章佢就提醒咗我哋。因為呢個係值得嘅，呢個先係長存嘅，呢個先係最堅固嘅。所以人係需要有一個更大嘅信念，先能夠去持守同堅固佢自己嘅身份嘅。如果唔係嘅時候，不如就融入啦。所以第二章其實係提醒翻當時候嘅以色列人，你記住乜嘢先為止最大，乜嘢先為止重要。但係咧，其實佢喺嗰個像裏面其實已經透露了他對整個帝國那個的衝擊和那個的吸引性在當中。對於金和銀，我們會非常之明白它是貴重的金屬，同當時候也是一個非常之相對來說貴重，而且是能夠在工具性裏面普及的一個金屬。而且咧，佢唔係一啲青銅啦，係比較即係黃銅嗰類咁樣咧。佢喺遠睇嘅時候咧，其實係有種金光閃閃，同金咧係冇嗰個嘅分別喺當中。咁當然就係有分別啦嚇，即係只不過佢即係你如果記得嘅話，喺列王記嘅時候，阿所羅門個仔咁個羅波安佢就俾人搶咗啲嘅金盾牌，佢就用銅盾牌嚟到去代替。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係非常之 similar 嘅。咁但係咧，通常嘅解釋咧，我哋都會覺得鐵同泥咧係 cheap 一啲，冇咁勁嘅。但如果你睇翻經文嘅時候咧，佢講到咧鐵咧係可以震攝成個列國嘅嚇。鐵的意思其實講緊嘅係當時候最高科技煉製出嚟嘅一種金屬。正如如果我用現代嘅術語嚟講，就係一啲納米技術嚇，好細微嘅嘢可以做到，又或者而家最新嘅 3D 打印技術，講緊嘅係呢一樣嘢。而呢個先係當事人睇到嘅一樣嘢，仲有我哋成日忽略咗嘅係泥，我哋發覺咧嗰樣泥咧係軟弱嘅象徵，因為佢話佢係半強同半弱啊嘛。但係弱呢個字亦都可以講係柔和嘅意思嚇。當時候佢講嘅泥唔係講緊花園裏邊嗰篤泥，又或者你平時即係嗰啲紅毛泥啊各方面，佢特別講到呢個係窯匠嘅泥，係工藝嘅泥。但呢個工藝嘅泥居然能夠可以同鐵參和在一起，你講到呢樣嘢嘅時候，你會聯想到啲乜嘢嘢？鐵器嘅使用居然能夠同陶瓷嘅使用混為一體嘅時候，呢個先至係文明嘅象徵啊！一個帝國嘅輝煌，佢包含住軍事嘅勢力，佢包含住科技嘅高超，同一時間包含文化同藝術嘅輝煌。但係經文正正呢個故事正正講俾我哋聽，術士最後尾都唔及一個君王嘅權威，而呢個君王嘅權威包括埋佢帝國所有嘅嘢，最終都會被人遺忘。但係上帝同埋上帝嘅子民，更重要的是上帝給子民的這個智慧反而能夠可以長存。究竟你需要作選擇，如果你需要作選擇的時候，你不得一腳踏兩船的時候，你應該為什麼來到去堅持呢？但以利書第二章的故事對我們香港人來說其實一啲都唔陌生，甚至乎我哋其實應該可以感同身受嘅。面對當時候帝國嘅壓力，
你冇得選擇嚟到去拒絕佢。究竟你係擁抱佢，同佢走得有幾近呢？無論係巴比倫或者係波斯、希臘呢個國度，你生活喺其中嘅時候，應該堅持啲乜？為乜嚟到去堅持呢？正如我哋而家呢一刻，我哋如果喺香港嚟到去生活嘅時候，你好難唔識講國語而撈得好掂，你好難唔嚟到去大陸嚟到去公幹，甚至乎你呢兩樣嘢都唔做嘅時候，你喺地鐵裏面逼都仍然同呢班嘅同胞或者鄰舍嚟到去一起生活，一起嚟到去所謂爭奪個資源。當中當然有一定的好處喺度啦，例如我哋熟悉的自由行，又或者喺軍事、國防呢啲嘅保護。香港係一個金融、醫療、學術嘅中心，佢食物同埋供水呢啲咁嘅供應，都要嚟到去依靠外邊嚟到去輸入，甚至乎電力都需要外邊啦。大陸係一個非常龐大嘅市場，讓香港人嚟到去發揮。香港嘅司法制度同樣嘅，令到佢有一個好上海不能比美嘅金融地位。嚟到以至到譬如我哋所熟悉嘅呢個滬港通，或者嚟緊嘅深港通，呢啲都係祖國能夠繼續依靠香港，同一時間香港可以依靠祖國繼續嚟到去發展嘅一啲空間。但同一時間我哋面對嘅，就正如術士所面對嘅巴比倫王，有好多地方我哋覺得好壓突，有好多地方我哋覺得只不過是屈服緊喺一個淫威的底下，完全蠻不廣理，但是又不再輪到你嚟到去發聲同詐騙。如果你不向此低頭的時候，最終被殺的或者被淘汰的就是你。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你仲為啲乜嘢堅持？又點樣嚟到去繼續發聲？為啲乜呢？你要有一個身份的堅持，背後那個信念是非常之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種優越感，同埋覺得你自己那套先至是緊固長存，先至是真理，你先能夠嚟去堅持嘅。調翻轉頭問，究竟我哋基督徒而家所堅持嘅，值唔值得去堅持？同埋我哋所表現出嚟嗰種身份嘅不同，又是啲乜嘢嘢呢？我哋所強調不斷嘅去將一個與神和好嘅信息去分享俾人，呢、這個傳福音，又或者我哋嚟到去話同性戀係邪惡嘅，我哋反對佢，我哋反對政府嘅一切立法。我哋強調喺呢個社會大撕裂嘅時候，我哋要合一，我哋要包容。又或者我哋強調教會就係要不可停止聚會，你準時翻崇拜唔好遲到，你過馬路唔好衝紅燈，呢啲咁嘅嘢，呢啲一切一切係啊，在在都可以表明我哋係一個基督徒嘅身份，又或者係外人所稱嘅耶穎。但係我想強調嘅係呢個。是又是不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价值呢？而我们所坚持这个永远的角度所展现出来需要我们坚持的行为，又是不是全福音、反同和一种大合一呢？如果是的时候，又能不能够令到我们足够有坚定的信心去坚持？但如果不是的時候，那究竟這個對同神是一個基督徒這個的身份，究竟有些什麼東西才是真正我們需要
喺呢個大時代裏面去堅持嘅咧？